看到这条全身纯白的蛇，多数人应该不会把它跟毒蛇雨伞节联想在一起，因为大家印象中的雨伞节蛇身都是像这样黑白相间。因为这条白蛇相当的罕见哦，那用肉眼的确无法判断它是不是有毒了，看起来也很像是宠物蛇。因为难以分辨，乌日西南消防分队一名队员在清理蛇桶时，就不慎被这种白化雨伞节咬伤手背，到医院就诊时，突然出现了剧烈中毒的症状。病人在五分钟内血氧浓度从98掉到35，赶快给他做紧急的急救插管。幸好消防队员在注射血清后救回一命，目前在加护病房观察。毒蛇专家表示，白化雨伞节的外形的确很容易被误认为其他无毒的蛇。当然是很难分辨了，所以你要分辨大概从头部的鳞片会比较清楚。它们毒性当然都是一样，虽然说它是变种的，毒性的那个强度是不变的。医师表示，雨伞节神经毒性强，被咬之后一定要尽快就医，否则症状会迅速恶化。四肢的肌肉开始无力，那最严重就会导致呼吸机的麻痹，那甚至会需要插管治疗。白化的毒蛇不止雨伞节，因此不管被什么蛇咬了，记下蛇的特征，赶紧就医是保命的重要方法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郭继宗台中报道。